赔啊。哎呀，你说你赔是吧？这是字条。50万。艾哥，艾哥是有名的黑道大哥，别惹他。小艾哥，我赔给你，我赔给你，一定赔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感谢大家通力合作。哎，我突然想知道，最后那狗有没有叫啊？哎，他还被我跟三元按着，叫了几声，叫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那还有一个呢？被三元哥一拳打的，晕了半天呢。哇，三元哥厉害！哎，三哥，你是怎么弄出那个声频探测器的？哎，那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这个低频哨子，它的声音普通人是听不到的，所以当那个荷官在摇骰子的时候，我只要吹他一下，他那个探测器就侦测不到了，结果就算不出了。哦，哎，那德子，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最后一局全压大啊？我们三哥的耳朵比那探测器还管用吗？他一听就知道大小，我照三哥的意思买喽，明不明白啊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。这次行动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小艾在，没有他的威名，那小子肯定不会还50万。你以前很厉害啊。三哥，我出去一下。嗯。小艾以前在圈子里是很有名的。他这个人呢，需要大家慢慢的了解。我先出去了。来，强哥，去那边。怎么样，加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还习惯吗？还好。我今天用了你的身份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没有，我只是不想说话。本来你重新生活，我也不应该提到你的过去，更不应该拿来吓那个小子。从跟你那天开始，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小艾都交给你三哥。那边两个小子在打暗号出钱骗钱，你也看到了，都很有进步。来，不需要你出手。怎么样，都明白了吧？好，来来来，好。我知道，我真的没什么。哎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这歌那么难听，能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好好。帅哥，我们可以跟你们坐在一起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来来来，来来来。来坐，坐。来，喝。哎，你们拿着骰子不玩干嘛呀？玩两局吧。没问题啊，来，美女。哎，急什么呀？我们得说好，输了赔什么。可以啊，你们说吧。那就我们两姐妹斗你们两兄弟，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？你们要是输了的话，就每局100块；我们要是输了的话，就每人脱一件衣服啊，抢开加倍。脱衣服啊？你们好啊，小心什么都不剩啊！啊，不怕，那就来了。
来吧。8-5。玩这么快啊，9-5。抢开。不好意思啊，我1-5都没有。我只有2个。哎呀，我也1-5都没有，帮不了你们啦。啊，给钱吧。哎，再来再来。来。没有，又输了100块。3-5。8-6。开，我没有。来，没劲。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来。开。哎，11-4。开。钱，我这里还有550，这么点儿啊？3000，好，我们姐妹俩加上这550，总共有3550，我们就玩最后一局。如果我们输了，这些钱就都给你们；可你们要是输了，这些钱得留下，还有衣服也要留下。哎，我就不相信你这么旺，我帮你们。好，来吧，好吧，来，12-5。我就不信，来开3个，我也开1个没有。6个。哎，脱吧，脱衣服吧。做得好，哎，你们分吧。谢谢三哥，走，我们去唱歌。好。从数据里面找到了重要的线索，欧仁杰他不是主谋，背后的主谋在香港。那欧仁杰招供了没有？他只说一直以来只跟澳门那边收交，其他的他管不到。看起来我们还没到终点。欧仁杰背后的主谋在香港，德子，你比较熟悉那边的环境。我在师傅那边落脚，这个是地址，雄鸡车房。
你是？我叫阿伟。阿伟，师傅呢？师傅他一早就出去了，叫我帮他看店。等师傅回来告诉他，德子回来了。嗯，好的，拜拜。谢谢你，阿伟。好，走了。那边出事了，有人在查我们。谁呀？一个叫德子的臭小子，领头的很快就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嗯，走了。
你们吧。罗马哥认识你就行，走。我。停！说，你们老板是谁？在什么地方？说是不说？说是不说？好，给我好好伺候他。继续，听着。那个，他招了没有？死都不肯招。小朋友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出来，给你50万，再送你去别的地方，多给你100万美金，怎么样？那个，这是他的东西。梁德子，哼，这里面应该有我想要的东西吧？那他怎么办？找到了，三哥，题就在这儿，汇款时间和地点吻合，一定出现诈骗的。他是我们的筹码。明白，不过你记住，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。这边我会安排一切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嗯，好，温保。